之前发现好奇会从这里钻上去，于是我把它封了。后来好奇又从第二层跳，担心卡到他狗头，于是把这个也封了。然后这样已经一整天了。现在拆家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，啊！现在开始拆人了，是吧？我的宝贝，我把我拖鞋拆吃掉了！喂，你是真狠啊你！还有一个在这疯狂摇头，啊！你是蹦迪的是吧？你是不是蹦迪的？给我摇，快快摇摇摇摇摇摇摇，不是要喊酒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气功。哎呦我的妈！再来个劲儿大的啊！大！哎呦我的妈！Thank you.